你知道深圳第一个裸眼 3D 屏长什么样吗？今天带你们去见识一下。弯曲枢纽，万象罗湖，660平的 3D 屏呈现的不仅仅是罗湖的网红地标啊，更是罗湖未来的发展和方向。赶快带上你的小哥哥小姐姐们来罗湖万象城打卡吧！